锵锵三人行，诸位好，徐老师啊，今天这个文道做的最低，嗯，这个地位很好。对啊，地位低啊，就是啊。刚才导演说凤凰这个椅子就是这样了啊。对啊，才说嘛，说我们某个节目，嗯，这个做节目的时候，这个我们评论员动来动去啊，这主持人动来动去，这个也就发出叽叽叽的声音。结果呢，后来呢，据说有领导看了不满意，嗯，来个电话说怎么回事？这椅子怎么搞的？全部椅子旧了，我加点油。加点润滑油，加点润滑油。这个位置关系很重要，你知道吗？咱就不说领导，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领导身边的人排这两个领导位置高低，这有讲究。有一种心理上，你闻到，你看你现在见到我，你有没有一种想忏悔的意思？对对，对吗？有的主持人很鬼的，他故意要把嘉宾的椅子放低，把自己的椅子放高，这样造成心理上确实是受影响。对，我也见过是这样，有这样。但实际上也不是，他那个是左派，他在你左面，他比较有道理的，你应该看到他自卑。没错，我这个位置就自卑，因为我老在你的右边。对，右派，我就是你们俩的极强派。对，这个今天你们得多说点话啊。为什么？文道，你可以给我诊断一下，我你小时候我有一个毛病，就是结巴。要么就口吃，你说我当主持人的有一个这毛病，对啊，但是我发现呢，这个毛病它每个月它周期性的出现啊，就像这个月经啊，那个什么姨妈那个什么，然后你这两天就姨妈到，就这两天，我就是这个，这是什么原因呢？就结巴，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很容易结巴，所以我要控制。你快做选美了是吧？你现在正在储存这个精力，对，状态在选美的时候应用，过两天就要。对，我们大伙都说嘛，又轮到他选妃了，做的这么低还敢啊？左派啊，左派啊，这咱说点这个最近的这个事儿啊，你老讲这个左派右派的，最近我倒觉得呀，我对这个手机很有一个感触。为什么我觉得我有点病呢？我觉得手机啊就像个这个潘朵拉之匣。我现在每天早上起床哈，我就迟迟不愿意开这个手机，你说这是什么心理？烦。我这十二点，比如说哪怕我十二点起床，我都不爱开这个手机，因为我知道一旦一打开，稀里夸嚓，这个什么，这个工作呀，或者是这个压力呀，或者是还有风流啊，乱七八糟的那些事情就全来了。然后随之你蹦蹬一下需要起来，一天进入一个机械化的，就香港人的这种蹦蹦蹦蹦蹦蹦蹦，你要不开，我的世界天下太平。但是最迟到下午两点你也得开。对，对，而且呢，一开就像洪水溃堤，这手机的讯息爆满了什么的，那更难受。我觉得我有个亲戚，他在一个大公司里边做副总裁，他就说过，他一旦退休第一件事情就把那个他那个手机是连那种就小电脑的那种PDA 的那个赶快丢掉。他说他一退休就想做这件事情，把它砸掉。他说对，我也是讲的时候那个口气啊，我也是太难受了。就你说我们真的需要了解那么些事儿吗？真的需要知道那么多吗？我老觉着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不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去看世界上这些破事儿的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什么我也不要知道，我这样很好。但是我发现人真是有命运的，尽管你不想知道，但是你的这个工作注定，你命里注定，你这一辈子要见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大事儿。你看我这种工作，这个世界上就我活的这几十年，国内外什么大事儿，基本上我都知道了，因为我必须得看呢。但是有时候一看呢，你就觉得这个又看到什么新凡事了。你比如说我这一回香港，我就看这个有线新闻，那邦基我就看到伊拉克，哎呦，我说这是一什么地方啊，就是每天要死100个人。这个一个国咱就觉得咱幸福了，你知道吗？就是你说一个国家要是一天平均死100个人，连续非命啊，都死于非命，横死啊，天天死，天天死了好几年，你说这是个什么的地方。然后我一看这个伊拉克，我说这个恐怖袭击啊，他已经到什么呢？就是炸菜市场，什么巴格达菜市场，你知道是什么，是怎么炸吗？那真是就是说接二连三把炸弹绑在5辆自行车上，把这5辆自行车弄到菜市场，咣，这5辆自行车炸了5声之后，从远处又发来几发迫击爆弹炸这个菜市场。他已经不完全是针对美军了是吧？他还两个教派之间，三大区域嘛，就逊尼派、什叶派互相斗争，然后还有库尔德人，向来也是跟他们不对劲 的，所以现在他很多人就连这个美军以前有些将领啊，
他自己都出来公开承认是将领了。他说伊拉克现在陷于内战边缘，军阀混战。对，所以呢，这个美国啊，曾经有这么一个方案，就上个月讨论的很热烈，后来给布什否掉。什么方案？就布什底下那帮幕僚有人提出，不如这样子吧，总统，以后这个伊拉克不要再弄成一个统一国家，我们把它分成三块，就一分为三那么来治理，就让他们别混在一起。这国家本来也是英国人他们为了石油弄才弄出来这个国家，这个本来是一个现代国家，古老土地现代国家。对，据说到现在为止一共死掉65万人。对，美国的统计就是伊拉克的平民包括战争当中各种各样的死亡65万。所以伊拉克的事情也好啊，使得现在他们对北朝鲜就非常谨慎了。嗯，对，没错，这个没有伊拉克这个教训啊，你像这个北朝鲜，这个是美国人的方针肯定不一样，他阿富汗太容易了，你知道吗？对，所以啊，我现在就觉得为什么就说视野啊，有时候人啊不一定想知道那么多事儿，但是呢确实是家门口的事儿才关心。你知道上次文道上北京跟我聊一件他这个知识分子很难理解的事情，他说那天我在这个网络天下里嘛，他要讲什么来，你自个儿说，讲什么来，讲什么苏丹还是非洲？哦，对，我说苏丹呢，这个发生一些屠杀，对，这很已经死了几十万人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屠杀。这几天大家都不怎么看。对，但是呢，就我们的这个同事呢，这个就会跟他讲，尤其是内地的同事，就跟他讲，讲这个干什么？讲什么？讲这个观众不关心的。哎，他就很难理解。他说呢，咱这儿死几个人都是大事儿，都非洲那儿上十万的这个死人。那为什么不关心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现在跟非洲要石油啊，要友好。因为非洲这些有些国家的政权有些行为啊，我们有时候很难说。因为美国当然是谴责他们了，那中国如果也跟着谴责的话，那非洲那不行。所以我们的主要那个能源在非洲，但我就有政治的考虑。我就跟文道讲，这是个这个主持技巧的问题。你比如说他香港人，你其实跟这个我们内地百姓还是他是有些不能共通的地方。好比说，要是我说这个事儿，如何能够提起大家的注意力呢？恰好就用你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哎，今天我是文道，我这个网络天下啊，哎，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想讲一讲，在非洲，是吧？死了十几万人，但是为什么很多内地的观众，他们却表示不太感兴趣呢？为什么在我们身边死了几个人，我们就特别关心呢？哎，你往往你加这么一个开头，哎，大家呢，对，就进入了，对，有道理。很多时候要善于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还是得这样，还是得这样，接近性的原则，哎，对吧？没错。所以说，还有就是说，最近你像这个诺贝尔奖，也是说呀。说好像一土耳其一什么卖菜，不是什么卖菜，什么卖的大作家帕慕克，莫罕帕慕。我怎么觉得他卖过菜？是不是？他没卖过菜，人家以前他念建筑的是。哦，念建筑的啊，就好多人就觉得说这是个冷门啊，这个谁听说过他？怎么就能冷门？大热门啊！他去年就已经差点要拿奖。对，这几年他虽然只出过七本书，但他这几年在国际上是大红特红。他的名字是很红的作家，我的名字就是红，尤其香港人的名字就叫红，是吗？而且香港人特别熟悉，为什么？因为香港去年香港不是有个香港电台吗？政府的电台吗？十本推荐，每年呢就找一帮名人推荐十本书，那里的有的好，有的烂。但去年呢，这个杨千嬅那个歌手啊，杨千嬅他推荐他的书。是吗？对啊，你看这个诺贝尔作家还没得奖之前，香港的明星，谁敢说这文化沙漠？我说开玩笑呀！你说这个我真不太了解，我不太，因为我不太了解杨千嬅小姐哈。但是我为什么觉得大家都拿她来说事儿呢？不是，你前一阵儿那个，你记得博客上发生那个争论，攻击那个现代诗人的时候，就是那个韩寒和那个谁对着干，后来还有那现代诗人给人骂，我就不太明白，对他们吵他们的哈。但是在文章里为什么老拿杨千嬅说事，就是说杨千嬅听音乐怎么了？那意思就是说，就说是这个现代人说诗歌就好像是杨千嬅听音乐一样，说杨千嬅就不能听音乐吗？怎么这次说诺贝尔奖，大家懂不懂？也拿杨千嬅？是因为当时呢，就已经有人在怀疑，就是你杨千嬅，因为她平常也是傻大姐的性格嘛，很多人就说，哦，是这么回事。对，就傻大姐性格，你是不是真懂啊？这谁介绍的？然后她也很坦白，她说其实我一开始看也没看懂，但越看就越觉得受吸引，又有点悬疑的那个书，是个讲谋杀案的故事。那么她就说是她身边有些搞音乐的朋友介绍给她看。那么结果当时可能说，哎，是不是看过？没看过吧？因为以前闹过笑话，
香港呢老喜欢会找名人啊，找明星介绍好东西给大家，介绍书，那些人很多根本他妈自个儿不看书。曾经试过有个诚信女歌手很红啊，当年呢介绍什么书了，哈利波特，那哈利波特呢不容易不难看是吧，很容易看，每个人都看，结果呢他介绍完了到了台湾啊去做活动，在台湾做活动完了，记者访问，介绍，哎，陈小姐，听说你在香港那刚才介绍了哈利波特，你很喜欢这本书是吧？是啊，哎，那你这本书里头怎么怎么怎么，你有什么看法？哎，愣了，根本没看，没看过。所以我跟你说，现在啊，不管你是不是真心的，人家都爱说你是装。对，你知道最近说什么北京四大装，你们知道吗？啊，怎么知道？和捷克开天窗。啊，不是捷达开天窗，捷克开天窗，捷达开天窗，吃饭先喝汤，周末去上海，假期去丽江，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这个记忆啊真的是会虚构的。对，那我怎么很固执的觉得这诺贝尔这土耳其这个卖过菜呢？我从哪儿看来看来的？哎，我那天还看着一个，就是说这个南方周末老讲，就对比说著名作家王蒙和这个鲁迅对于得诺贝尔奖的态度，我是在人家那儿看来的。说王蒙说什么呢，这个你写得好，就那意思，诺贝尔奖啊，如果你真写得好但没得诺贝尔奖，那是诺贝尔奖的遗憾，那不是你的遗憾， 对吧，但是如果你没写好了，你就得了奖了，你又怎么怎么地了。然后这位朋友呢，那个意思就是拿出鲁迅来对比，说看看当年鲁迅，有人推荐过鲁迅去弄诺贝尔嘛，然后鲁迅写的那个复信里就说那个我觉得我不应该得诺贝尔，不但我不应该得，其他的中国作家都不应该得，就是你千万，好像是给刘半农写信吧，说你千万不要去提名，免得助长了中国作家的这个娇气。就是说好比说我翻译的那本叫什么小约翰，那写的多好，人都该得都没得，哪能轮得着我呢？赵鲁迅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作家应该这个很低姿态，对吧？提名提坏了，前些年嘛，那个时候传北岛，高兴建得奖之前传北岛，结果后来就是我认识那个上海宣传部长王元化，他是个很好的学者，他跟马悦然关系也很好，然后他就带着个名单去瑞典，就找那个委员会，然后推荐了我们认为比较好的几个作家，我记得有艾青啊，有巴金啊，有王蒙啊，可是他不知道他们的游戏规则是怎么样，你政府越推荐他们就越排斥。对，没错。所以活生生的把巴金、王蒙他们的机会给糟蹋了。对，对，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这样，他是完全是民间行为。你越是政府推荐，他越怀疑你是怎么回事。我觉着你说这个诺贝尔，现在好多人说他这个什么政治化是吧？或者是有什么偏见呢？或者是有什么？但是实际上，你先不说文学啊，我感觉你说今年什么自然科学啊，或者毕竟人家诺贝尔这么多年威名在世界上不倒，今年的和平奖是冷门但是很受欢迎，很受，对对对，孟加拉那个很有眼光，在北京啊，现在乡村银行，对对，我觉得那个人真是了不起吧，让我想起那种那个德雷莎叫什么修女啊，对对，还有什么那种人，他道义感，他评奖委员会有一个基本的想法是，他就希望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对，他就希望大家看到的时候，哎，没想到啊，但仔细想想，哎，有道理哦。你想那人，那就是我觉得真是有种那种感觉，就是说理想主义者。对，最早的时候，他这个乡村银行，他带给孟加拉最贫困的人，而且是最贫困的人当中的最贫困的妇女。最早没钱呢，拿就是小额贷款，拿自己27美元。对，又贷款借给他们，就你说现在中国这个，他看的都是富人才给你贷款的，那个这种小额贷款专门给最贫穷的农户的，他就想出这点，对呀、啊，所以说你说这诺贝尔奖，我觉得创意，而且人家坚持什么不受这种政府干扰，不，他政治的因素是绝对有，像帕慕克这个跟伊斯兰这个土耳其中东国家这些考虑也都是有的嘛。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他这个作家要跟他的政府闹得不好呢，他是给你加分的。哦，那个高行健的时候，那个徐志东就总结过嘛，他六合彩嘛，怪不得那么多作家都喜欢反对政府呢，是吧？都为了得诺贝尔奖，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这只是其中一个。我不是那个讲过一次，跟马悦然的时候也讲过嘛，你六合彩哪六合彩呢？第一呢，你要写乡土题材，尤其中国作家；第二呢，你要写文革；第三呢，你要用现代主义的方法去写，你要用他们明白的方法去写；第四呢，你要跟政府有点不同意见。
哎，他觉得支持。第五非常重要，你要能翻译，你的作品有可译性不可译性。张爱玲、白先勇这个就没法翻译，翻出来就走味儿了。你要可译性。第六呢，当然最好是马悦然翻译。对对对对，今年我怎么还听说什么最好是四川人啊？那个是我说的，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有一个 extra number， 就是有个特别号码。为什么呢？因为马悦然以前的太太几十年相爱的四川人。哦，林珊呢恰恰又是写大西南，你知道他翻译过程当中，你要是写大西北的话他就不熟悉啊。所以这种东西王阿姨他们开玩笑，作家是不能想的，这是非常非常偶然的因素， 对， 对不对？说出来了你得了也不一定说明你是最好的作家，对，但是他得奖必定有他的道理。对，这点但是我觉得起码有一点，就这几年下来啊，得奖的至少都不是坏作家啊，这个除了去年哈罗·皮特我觉得是完全退步之外，对对对。那么但是今年这个绝对是很好的选择。今年其实还有个热门是中国人，就今年之前一直传有一个中国热门是李锐。哦，李锐被 好些年因为马悦然在翻他，对，马悦然在翻他。那么但是呢，你刚刚说政治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们都理解诺贝尔奖他会有一个政治的考虑，尤其他对于，因为他还有一个这样一个观点，他很坚持一个作家是个社会的独立的一把声音跟良心。但是土耳其政府很恼火，对不对？对他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啊，很怪。因为这个帕慕克啊，去年我在我节目还说过，他那时候差点要坐牢，坐三年半牢，那是怎么回事？土耳其呢有这么一条刑法叫301，就关过很多作家记者了。这条刑法叫什么呢？就你侮辱土耳其民族。啊，发言侮辱土耳其民族，尤其呢，你像这中国人很能理解，你是到了外国唱衰自己人，最佳的土奸啊，土奸啊，土奸，帕慕克就给认为是土奸，想起野河来了。对，那这个帕慕克他怎么个土奸法呢？帕慕克是这样，他本来写的书呢，就让很多人就更爱土耳其，因为他写的真好，他写自己祖国，写伊斯坦堡，写的很好，但是他在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他在瑞士接受一个记者访问。他就公开谴责土耳其，谴责什么？就是说当年啊，土耳其还是帝国的时候，奥图曼土耳其帝国的时候，曾经屠杀了库尔德人，就刚刚一开始你说伊拉克嘛，屠杀库尔德还有亚美尼亚人，杀了100多万，但是至今土耳其政府否认，而土耳其政府那否认才有意思，他怎么否认？他说这个数字可能是对的，他否认什么呢？他否认这叫屠杀。哦，他认为战争中死亡，哎，对，屠杀他说是有系统的，就像伊拉克现在死，对对对，这不算屠杀，对，那这不叫屠杀，不能怪在美国。结果呢，帕慕克就骂他们政府嘛，结果就给人告，那么差点要坐牢，当时已经震动国际。可是那现在得奖了以后，土耳其政府对得奖之后呢？得奖前更可怕是什么？得奖前一天，法国这个国会啊，突然之间通过一条法案，就以后禁止法国境内有人。去否认这个屠杀的赤裸裸干涉土耳其内政，赤裸裸干涉土耳其内政，这发生在我所喜爱的法国吗？对啊，然后就在这个奖颁的前一天哦，这奖一颁出来之后，啪就炸开了，土耳其这什么？这法国是不是跟诺贝尔奖跟我们这个土尖作家串通了？结果当时土耳其这个文化部啊的副部长出来开记者会。这世界各国媒体蜂拥而至，就问怎么看啊？什么？人家的副部长出来说什么话？副部长出来就说：“恭喜啊，是我们的骄傲啊！这个帕慕克是我们民族的光荣。”然后人家说：“哎，但他不是跟你们闹矛盾吗？”然后这个副部长就说：“哦，大家知道，历届诺贝尔奖得主都对他本国的政治发表过重要的声明，没什么，哈哈哈，骄傲骄傲。他这话讲的更有意思。咱去一下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老师刚才想你什么？就是那个土耳其那个外长的那讲话，对对对对对对，什么稀奇啊？都是跟我们朱镕基前总理学的。哦，是吗？对啊，高兴建得奖的时候，那时候朱镕基在日本访问嘛，人家啪一问，朱总理的反应就是：第一，祝贺法国文化部。祝贺法国文化部，因为祝贺法国，因为高兴建是法国人嘛，拿法国护照。拿法国护照嘛，所以祝贺法国文化部，这是第一。第二，众所周知，诺贝尔奖是有政治原因的，大家都知道了，但是。第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得奖，我们作为中国文学还是应该感到高兴。
但这就是讲的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对不对？把这个事情分开处理。真聪明啊，真会说话、啊、把几个方面都讲到了，对不对？但是于是呢，这个经过这番话之后呢，现在你看世界各地啊，嗯，那么在讲诺贝尔奖，我就排，我看国际媒体排一些表，说有哪些作国家得过作家，那么中国到现在还是没一个也没有，因为高启建是法国作家，还出一件事儿，今年那个法兰克福书展不是世界最大的书展吗？对。那么今年呢，其中一个盛事是高行健去演讲。嗯。那么本来诺贝尔奖得主去演讲不稀奇，但高行健这几年病，病得差一点，危生命不行了，是吧？那么这回去讲的，人家说很哎挺好，挺有风采，讲得很感人。嗯。结果有人在现场就找到中国来的这个出版商嘛参展，我说哎呀你们去听了吗？高行健啊厉害。他说就是那个法国作家、哦。那个法国作家说大熟不大熟。